不是啦。没关系，不会咬你。来，爸爸旁边有什么？蜘蛛而已，蜘蛛而已，蜘蛛很可爱。马铃薯油桃花，马铃坑，走。马铃薯坑，今天要去基督的马铃薯溪。你要喂鱼啊？有童话片，它就很对啊，我还骗吗？哇哇哇！真的是骗大了，骗大了！我碰到了，爹，我看到蜻蜓，蓝蜻蜓。哎，蓝色的那，这一块中还没有哈。姐姐，花花，哇，你看有人。啊！你们还有带塑胶袋来了，是不是？我今天钓的都蛮新鲜的啊。三二，小胡，好，去那边哦。哦，好，我们去那边走一下好了。你跟他们过去啊。这边写入口呢，这里好斜。还这么久没有发现入口写在这里，太斜了，好难走一下，加油！你们以前爬上去好过好几次了。哎，我们今天没有爬上去哦。我们先看下里面有油桐花再说。我保守估计应该是下礼拜来会比较好。啊，妹妹没有力气了吗？没有。用你的暴力啊！要不要来一颗梅子？没有，我的手才有，脚没有。是啊，还没吃啥吗？妈妈们，我有两颗脚趾呢。你不是有脚趾吗？太斜了。一人一颗，快点。妹妹，你不是有两妹妹，你不是有两颗脚趾吗？怎么会没有脚没有力？加油！我们现在绕几个圈就要下来了，好不好？不要爬上去了。要把这颗手指挥走，要不要移到你的手上？你看那个，姐姐，你看这个，我想要。哇，你看那个前面都有很多油。只要让它自己掉下来，懂不懂？它有含苞待放的，你看。那里都皮地啦。对啊，但是要看上面有没有油桐花。这礼拜来还是刚掉二，所以。太斜了！太斜了！真的是太斜了！你真的走太快了！妹妹去桌上。
不行，慢慢走，这会滑。爸爸是求生者。慢慢走。爸爸先看前面还没有油桐花好了。妹妹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妹妹你慢慢来，这边等等姐姐。这地上有没有很多？小妹妹会累吗？会累。会累，那你为什么走那么快？人这么可爱啊，走这么快还说会累，那你可以慢慢走啊，可以跟软脚虎一起走啊。在哪里啊？不是的。没关系，不会咬你。来爸爸旁边，有什么？蜘蛛而已，蜘蛛而已，蜘蛛很可爱。等一下，来，爸爸看一下姐姐，姐姐来，姐姐怎么了？被蜘蛛吓到是不是？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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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蜘蛛而已啊，跑到你脚上。对，缠在裤子上。嗯，因为它的丝把你缠着。没有要走上去的，到这边就可以了。好，前面还有战友啊。小芳，你看这个。人家排的，哇，我们到这里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哇，哇，你看，这边就很多了。好想要回去的时候来骗鱼耶。拿什么？骗鱼啊，对。哦，你要去拿去喂鱼哦。对啊。拿去来骗鱼啊。也是可以的。来骗鱼是白色的包子啊。好。来，这本很漂亮，送给你们。妈妈都没有给我。三，二。去。嗯。洗水。哇，会不会比爸爸还帅啊？真蟋蟀，蟋蟀很帅啊、嗯！比爸爸帅吗？没有，他是只小只的手哎、欸。所以还是爸爸比较帅，对不对、嗯？如果跟蟋蟀比的话，我要转到 ES。妹妹，你拿那么多花干嘛呢？他要准备去骗鱼。是啊、哦，我也觉得那个打雷，好，我们下去了。我也觉得那个鱼啊，吃鱼这样一片一片的来骗鱼，对不对？妹妹，今天好玩吗？好玩。今天好玩吗？好玩。为什么会怕蜘蛛？它很可怕吗？我想要去喂鱼。好啊，慢慢走。妈，这样子好像鱼的饲料。你这样子好像鱼的饲料，就会来骗到鱼哦。那你也这样子拿？怎么了？那个是姐姐，因为没有薰衣草吗？我想拿走它。我想要薰衣草。幸运草，拿着才会幸运的。那爸爸把我的幸运内裤给你好不好？不要。为什么？好恶心。幸运呢？Lucky 呢？一点也不 lucky。你问妈妈有没有 lucky？ 什么幸运内裤？好像是小文内裤吧。嗯，什么小文内裤？小文肉根啊。小文内裤，太恶心。对呀、啊，那个才恶心，爸爸幸运内裤才不恶心的。
慢慢走。蓝蜻蜓不会怎么样。我有一只右队长的，真是。姐姐，姐姐卡住了。一、二、三，耶！妈怎么有油桐花在飞呀？啊，油桐花来了！油桐花，油桐花，油桐花在飞呀！油桐花，哈哈哈哈哈！油桐花在飞，走了。下文学就把我按个赞，还是对我是什么小李子？再说是一片都是海，而且永远不知道的。再见，拜拜拜拜。拜拜拜拜。